中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，也要有时尚的这种理念，要不断的去学习，我觉得这是摩登的含义。我是希望中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，也要有时尚的这种理念，要不断的去学习，我觉得这是摩登的含义。中老年人不能够老沉迷于过去，提笼啊，架鸟啊，我觉得它不是我们现在中老年人的生活。那么出来就是找乐，大家在一起很快乐，我们这个团队很团结，很友好，加上一些艺术的元素，加上日常的训练，我们也得到了锻炼，也得到了快乐，这是我们所求。所以说从家庭来说，他当然希望我们健康，我们快乐，所以说他家人是支持我们的，包括朋友也分享了我的快乐。